没有电，没电是吧？没电了吧？不可能。转向灯部分的这个音效做的还是可以啊。那么车身侧方的这个时候呢，可以看到整车这边右后悬架以及右前悬架呢，一定是它放在一定的角度之后呢，我就放开手让它自己回弹。好，接下来这个时候我们来看锁闭有没有。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有关于星途这边整体车辆的一个抖动部分的测试环节。那么在出发之前呢，我们还是要针对于该车型整体的这个63公里左右的这个抖动部分的一个故障现场做一个判断啊。那据奇瑞的官方公告所称呢，这个车型目前它所给到的这个引起抖动的现象的部分的问题呢，主要是跟刹车盘部分的 BDW 的这个清洁功能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从这一点上去讲的话呢，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小的测试。在本期的这个测评的后续当中呢，我们也会针对于该车型进行一个长途部分的一个测试，来看一下如果中断了该部分的功能，是否能够对于这个整车部分的抖动部分的问题有一个缓解或者是治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首先在保险丝盒上，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呢，有个 ESCFR 啊 ，SB5 30安的这个部分 ，SB5 30安的这个部分有个 ESCFR 这个保险。那么这个保险部分应对的位置呢是这个部分，我们针对于这一侧部分的保险呢进行了去除，也就是这一侧部分的位置。这一侧部分的位置的保险呢，我们会将予以清除。其次就是这一侧部分的保险呢，我们也已经拔掉了。这样一来，针对于整车 ESC 包括刹车盘部分主动制动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已经将整个这个功能呢进行了一个去除。那这次的部分，我们也会依托于现在的这个现有状况下呢，去对于整车部分这一块呢做一个相对较长里程的一个测试。那么在测试当中呢，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去验证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这个路实际上我们咋走？你还有变道吗？不对了，前面好像没变道了。我们可以上到这个路上是吧？对。但是在这个路上能有啥好处？不是你上这个路，我觉得没意义啊。对，我也是这样想。立马下不去吗？哎，上面有车呀、啊！我操，这个车咋上来的？可以试一试，说不定能走到那边去，因为他现在修，我估计修的是这一截子。走走看呗。那次测完这个车之后，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这车底盘绝对够高。我觉得咱是不是得找地儿把两保险先怼回来？不用，正好这一截子我可以用来做测试。这一截子现在就非常非常平整啊。好。其实63、61没有抖动啊，然后我操，是不是可以从这边过去啊？不知道。然后哇，这个加速真太爽了。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高速啊，有人跟我们说是100几。
还有一个抖动，啊，管它190，我想跑一跑试一试。现在100刚过啊，很平顺，没有抖动啊。我们该减速了，前面有障碍。哦，这小步高速八标，第八标段，小草湖到乌鲁木齐应该是，要不就小草湖到乌苏。我们再来一次啊，车速加起来。130，这样看的话，这个车型目前它所存在的这个问题呢，在 ESP 方面的这个包括 ESC 部分这一块的影响，应该相对是有一定的这个程序上的这种影响的。那从这个角度上去说的话，我们建议企微的主机厂方是不是能够考虑将这个刹车盘自动清洗的这个功能关闭，因为从日常使用的角度上面去考虑的话，我们正常人在开车的时候，你一旦遇到了一些转弯掉头，甚至是你起步换挡到红绿灯这个节点去等待的时候，它都会去用到刹车部分。那刹车部分这一块的这个制动呢，也就会随着这些个日常操作而进行一个简单的排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其实并没有必要去给到这样的一个强制排水的一个作用。这样一来的话呢，也就没有给到用户更多的一些纠结的点，比如说这个一定车速下轻微的抖动问题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就是在这个车辆啊它本身的这个使用当中，我们也不建议去给到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从这个使用角度上来讲的话，你可以借助这个传感器部分，你提供给用户一个什么呢，一个最为简单的使用提示，比如说当前刹车盘部分可能存在水渍，请用户自行去踩踏刹车去排水就可以了，并不需要说一定给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介入的方式去做啊。所以这一点上面，我还是想请这个企微的工程师们呢，进一步的去做一下这个有关于程序当中合理使用化的这样的一些标定，而不是说，这个一定要结合实际的使用情况啊，一定要结合实际使用情况。我个人认为这个来说的话，其实是没有必要的。OK，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我们还是要继续往爱尔狗出发，然后呢来看一下该车型整体的这个动力部分的表现到底如何。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我发现你这玩意还是个广角啊，不算超广角，但是是广角。忘了，那手表没充电，应该能从手表上能看到这个摄像头。宣传弄的，你看今年上路跑的车有多少？别提了，就祈祷你最好不要碰到一些什么塌方呀、泥石流呀。另外，就是再祈祷，最好还是不要碰到等人家碰车呀。那路可能最宽也就这么宽。路可能路面宽度的话差不多。有部分地方三车道吗？这条路看到都要修了，都护我是整个组全的。你看前面那个 BGS0跑的欢了哈。
才不在打电话。你就跟我那天接了个客户一样，想买这车，他在考虑什么问题啊？我是觉得这问题也算是有点奇葩了。搞个全尺寸备胎，能不能放到这个备胎腔里头去？他觉得面子好看嘛。但确实现在很多一些车企，它作为备胎这一块再去给你做这个匹配的时候，基本上给你带能省就省了。我就给他说嘛，我说你这个东西基本上不会落地的，你非要用全尺寸的干嘛呀？电瓶上机不下来了吧？下来。八点钟之前啊。八点钟以后我就空掉了。好。我们这边路上修路的小伙伴告诉我们，八点钟之前必须得下来。八点钟之前如果不下来的话，就有问题。啊，要封路，封路我们可能就要在这儿住一晚上。住这里头就离死不远。住这里头，这差不多了就。但是要帐篷没帐篷，要睡袋没睡袋的，要啥没啥。修路就是修这个嘛，就是地面平整嘛，然后铺水稳层嘛，水稳层铺完了铺沥青，沥青铺完了以后再上一遍油，然后再铺一遍沥青，无非就是这个过程。这个路如果就是保持现在这样状态，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漂移赛道这么去用，你知道吗？小时够了。看到前面那个车应该是颠的不行，所以基本上也就不怎么放开跑了。这个就得说啊。这个承载式拢形车身，它本身的悬架结构基本上属于说是你可以有这个比如说麦弗逊啊，双叉臂、双翼臂、蝶形控制臂啊，或者是这个半独立或者抗扭力梁。但是一般带大梁的车型，这种硬派车型，由于它本身驱动桥的结构设计，它都是这种整体桥的这种悬架结构，基本上就没有几个舒适的，都是为了抗造野外路况下更加好的一些这种道路适应能力去做，那舒适度基本上就也不能说为零啊，舒适度很差了。不谈舒适了，就是路况好的时候它表现说得过去，路况不好的时候，也就是为了个通过性。所以你像我们这种说是，比如说出来玩啊，山区部分道路行驶啊，像星途这种车型，其实本身。它所应对的这个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和这种硬派车型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认为它就是个城市 SUV， 然后给你多了一个四驱的这么一种选装的这样一条路，一个方案。然后这个四驱呢，可能比不了我们前面刚看过的那台那个北京40，甚至可能比不了 H9， 也比不了更多的一些硬派越野车。但是这个车型的四驱对比一些什么样的车型，比如说像奇骏这种四驱啊，风度 MX6 这种四驱，它是说得上的。甚至可能还稍强一些，所以说我才希望，我说这个车型它最终成功的时候，我希望这个车型能够成为像索兰托那种，这个车就算成功了。现在目前这个车正在向着，就看整个星途这个品牌啊，它也正在向着这个步调去努力。这个我觉得其实实际上也是星途和观致这两个不同的品牌之间有更多不同，或者说更多布料上不一样的原因之一啊，就是你想做高端，首先你得先用合资的标准、合资的理念来要求自己，
其次才能说达到我自主车型做到的一个高度，这叫高端吗？哇，这一节路是真的烂，这都没找平啊，没找平，这一节没找平，刚才找平那一节还好一点，因为找平过的时候它对于路面的这个碎石是有要求的，它会剔除一部分，然后拉一部分石料过来，碎石料再铺平。快好了，我已经看到沥青路面了。这时候就看得出来，这个如果你真的不要舒适度的话，在这个路上啊，还是很快的。但是我个人倒是觉得啊，你要说没有什么特殊需求，整行一个这种非硬派的车型，哎，减震这块强度只要够高，在这样的路上，舒适度还是放第一位，道路适应能力只要不差就可以，说得过去就行了，没有必要有太多的一些这种纠结。你真整个硬派 SUV 你过来，哎，我觉得可能租车还更实际一点。真的，我这路上面，你要说让我选择硬派 SUV， 我要选个什么车？我跟你讲，我首选就是帕杰罗劲畅，那个车是舒适度也有一部分。你要说硬派，它也硬派。别的车我就再一只 H 九，可能还好一点。剩下的车型我基本上就不太考虑。好，搞定。一二三，丁基胶带，不是丁基胶带啊，这个是那个布基胶带啊，说错了，布基胶带，我们来固定一下。有这么唠叨的电池，那个胶带你不早拿出来？因为我懒吗？这个地毯胶带可是厉害，这叫布基胶带，好东西，但是也好贵。我们这一路上都是开着空调上来的啊。实际上你们能够看到起步啊，包括各方面都不费力，而且变速箱本身耐受度在日常使用当中，包括像现在这种稍微极限一些的这种路况下，也是表现的没有问题的。这一路上作为一个长视频记录啊，其实实际上你说无聊嘛也无聊，但是你说有意思嘛，其实比起这些快节奏的这种城市生活，我觉得还是要放松很多了。尤其是像这样我开着车旁边这个人坐着没事干的这种，你知道吧？再说没事干等会儿我就废了。现在这一节路就开始等于说是正式带有这种坡度了，比刚才的坡度明显要更大，而且路况呢一般啊，这个宽度上面也比较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一般情况下的这个车辆如果动力不足，变速箱本身耐受度不好的话，它就有可能在这边要有一些纠结。反正我见过有些手动挡的车在那烧离合器的，直接离合器就高温，离合器片高温啊。这路烧离合器不应该。而且在这个路上面，不是它冲起来可以，你要冲不起来呢，再往上呢，对吧？那要再稍微拉点东西来，你像这个坡度看见没有，对不对？你们在后面的视频当中应该能看见我们前面这一节好厉害啊。这是要半马索吗？这个是，这是要绊死谁呀、啊？
得我今天穿这个鞋子跟你这个地毯是有不合。你听，不停在那咯叽叽咯叽叽。地毯的问题，它第一批出来我就给它。哎，领动，我跟你们说过啊，我说现在领动这个车不错，然后刚说着说着领动下来了。在这个路面上，后驱车的优势要会大一点，因为你爬坡嘛。然后就四驱，两驱呢属于在这种路面是最苦逼的。作为一个汽车驾驶者，你走过的所有路里面，我认为山路是最不累的。开山路不会犯困，最简单的道理。对。哎，小牛犊。知道吗？我属牛的。属牛，你才比我小两岁。啊，我三十，今年三十三了呀。是啊，你才比我小两岁呢。有人问我们一个问题，说我以前的摄像师军志同学到哪去了？这个我不知道该咋聊，这个话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头，我只能告诉你，军志已经回来了，但是现在没在我这儿。啊，然后消失这一年时间，这个创业去了啊，创业没创成啊，只能这么说。变速箱的标定逻辑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其实实际上略显慵懒。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可以调的再稍微激进一点。你比如说现在这样，我维持油门不动的情况下，它要是能给我给一个快速降档的逻辑标定，这就很舒服了。所以它这于节气门这边开度上的一个调整，我认为这个奇瑞啊，应该还要在信度上面更下功夫。我在想，你说我要把这键按下去，尝试一下呗？不要。我们现在为的就是用 Sport 用这个Normal 模式去做。你现在给 Sport 你不是作弊吗？你给 Sport 模式有啥意义啊？对吧？看就看变速箱耐受度来。这路和一招有点像。哎，有点像一招，但是风景没有一招好。而且这个车引擎声音很好听，说实话，引擎的声音是很好听的。在山路上，你就能看得出来，这个车本身底盘正好是一个功底啊。旁边这小哥，你可以看，比我大两岁啊，老哥哥，他的这个手一直是这样抓着的。但实际上，你看我的开车这种状态就很随意。为什么？因为这个车我给我的感受就是，现在这个车在山路当中的行驶当中，你要做到个60公里、70公里，甚至是稍微快一点到80公里的话，都是可控状态，还是比较不错。啊，哇，我们遇到了一个，哦 ，ABS 介入了，可以，但很线性啊。哎，好久没有这么舒爽过了。我说实话，我在独库那一段路，我都不觉得舒爽，都觉得累，你知道吗？哇，这个太漂亮了，真好。哪天没事了，休息。我们快到了，来看一看。我们快到了，那会儿矿区吗？拍水沟走法，人家后桥是双轮，没事，有一个轮子单控无所谓。但是人家只亮一个尾灯这个事儿还是很骚的呀，
这还是很可以有的哈，厉害。你把你那个捷途换掉是吧？我那凯翼换掉。啊，凯翼，我都没注意啊。对，今天上午你开的凯翼啊？凯翼今年3月份拿的。看看这个标志牌。手动凯翼。那其实就是过去的那个老款瑞虎5吧。啊。但这路多舒坦了。这路舒坦啥呀，全下雷达，小型60。我们现在这在往哪走了？这是露天煤矿吗？还得往下走吗？我不知道，这我没来过。这我也没来过，我就光知道有这么个地方。看看啊，现在4点钟，还有4个小时够了。我们刚上来几点？3点。3点。1个小时。哎，可以。1个小时还是很不错的。我们来个定速。关键是人家技术好，不是说车好，就人家这技术你能咋地？幸福第一车，好歹过去。我操，从这能走脱口训啊！我操，这都到脱口训了吗？有点夸张吧？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脱口训直接回了？我操！绕的圈子有点大。绕圈子有点大。黑山露天煤矿啊！哦，这还有个银河石油加油站，这个名字起的霸气。银河仓储物流基地啊。嗯，银河可以可以可以。你还说刚刚我们在那儿吃饭，你看这儿吃东西的要多少有多少，在这儿吃饭各种啊。所以是走安心啊。所以煤矿上是绝对不会缺这些东西的，你放心。走安心。前方治安检查站。嗯，我们就不过检查站，在这儿停吧，在那儿搭一头就回。哎，这真跑脱不行了。嗯。到成华了嘛，脱口秀矿业了。县统计检查站，这搞不好真的是脱口秀的案件啊。嗯，从这儿地窖过去就脱口秀了。但是你要说这样走的话，应该是比走高速要近。对，比走高速近。他们的这个检查站，我觉得可能也就是检查大车的吧，小车应该不管。哈密尔，嗯，这个车是有年头的，是真有年头的。铃木来还算。行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有关于两部分啊，一个是有关于这个车的一个抖动的问题验证。那么在第一部分的验证当中呢，我们认为说这个车辆已经基本上可以确定。如果不是半轴这个部分所造成那一批的用户的影响的话，那就是这个 ESC 牵扯到这个 BDW 的刹车盘清洗这一块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想请两个问题啊。第一就是请奇瑞的这个星途部分的这个管理者们看是不是考虑能够去将这个 BDW 的功能从硬件层面底层这一块来讲的话去做一个取消，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实际上针对于日常驾驶来说没有什么用啊，这是实话。
我们在开车、在起步、在刹车、在每一个红绿灯的时候都会用到刹车盘。你在踩下刹车，它往前滑行或者说拖滑的这段时间当中，它就能够很快的去排干水分，啊，包括一些锈迹，这是第一。所以这个呢，请齐卫星注意一下。第二个部分呢，其实实际上就是在现在的这种路况下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脱钩线的这个矿场。那我个人的意见就是说是这个车型的变速箱标定可以再稍微激进一点。啊，尤其是这个三档到二档之间的降档部分，还有就是四档到三档之间的降档部分，可以再稍微再激进一些。整体来讲的话呢，车的操控表现的比较好，另外就是该车型在这个动力的充沛表现上面来说也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发动机和变速箱在配合的这种度上面来讲，今天完整的一天的测评下来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包括我们取掉，包括我们去人为的去制造的故障码之后，它自己也消掉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有关于这个。动力上，我个人对这家车型的动力上来说的话，还是有很大的期望。我觉得变速箱部分再优化的更好一些的话，这个车应该还能给我带来更舒服的一些享受。就是这个引擎远远没到极限，远远没有到极限。OK， 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有关于星途的全部测评呢就完成了。那么欢迎小伙伴们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车评人郑刚，来自于0991新疆的车评人。啊，欢迎大家在网上搜索0991车评中心、车评郑刚、新浪微博、车家号，以及B 站、哔哩哔哩，还有就是优酷这四个站点当中呢，均能够看到我们的往期部分的一些视频。也欢迎大家呢对我们这边的视频进行一些留言，我们也会跟大家有更多的一些交流和回馈。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